本期变形金刚商品是胡服骑射的私人收藏，分享是喜悦的，希望您能喜欢本期的内容。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209集的节目。和各位来分享的是 IDW Deluxe Class 的大铁铲。这个呢，现在台湾的反斗城呢，或者是不管是哪个大卖场，都有一个现象很奇怪。今天是2月22号吧，还是21号忘了，反正就是2月底。现在呢，架上呢几乎看不到 IDW 的玩具，除了堆积如山的金飞虫，或者是 Dreadwing 就死翼，或者是骇翼以外呢，大概都买不到 IDW 系列的玩具。这个新的最新这一波的四个人物其中之一的这个大铁铲呢，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再铺货。那么呢，我就有问了一下反斗城的店员，他说因为新的系列就是电影准备上映了，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不会再进。我是觉得我才不信呢，对不对？这个等于是说这一次的这个 IDW 这一波呢，他等于只铺货铺了一次，难道就这样停了吗？我是觉得很好奇，虽然说我希望它真的就停了，那表示说我现在买到它我就翻了赚了，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应该是还会再铺货了哦。那因为呢还有很多人呢根本就没有买到这一款，所以更应该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以提供你之后是否要购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没有买到的人很多，而这其中呢，这一次推出的最新的这一波四个人物里头呢，这个大铁铲呢算得上是比较后段班哦，就是抢手度呢是没有像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 Minicom 还有 Starscream 那么样的一个抢手。那么他呢一开始呢说有很多人买，但之后呢就他的负评呢就出来了哦。的确呢，我在经过把玩之后呢，的确发现这个玩具是缺点是真的是蛮多的。首先呢，身高的部分呢有再一次的缩水的一个倾向，不过呢重量来说呢不会输太多，因为呢还是一句之前提过的话， IDW 的这个之前跟各位提过那个天王星的时候呢，这一次的这个胶呢用的还算比较好一点的胶，它是硬，比如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块哦，这一块这个零件这个地方这个胶的厚度是非常非常厚实的，包括这个地方这个胶呢用的都很硬，厚度都很够，虽然透胶是有，但是因为本身胶的厚度还算维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准哦。那轮子的话呢也是用的胶也是很硬啊，因此在体重上面还好。然后呢它的一个卖点之一呢就是它手上有这两把枪，这两把枪呢就干脆做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介绍，它呢是可以当做一个双枪。那双枪的话呢造型来讲呢是有一点点古怪，因为它本身呢是两个机器人呢所变形而成的、哦、那两个机器人怎么变形呢也是很简单，首先呢直接在它的手上其实可以直接可以完成一个变形哦。这两手呢从这个地方两手呢必把它分开，枪头这个部分呢把它往后面折，然后呢机器人就可以这样子让它直接站立起来，哎，感觉呢就好像他手上呢是拿着一个机拖着一个机器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我们就把两个手摊开，然后这个翻上来，最后呢这个地方把它翻上来。OK， 这个呢就是非常一个大的机器人，然后两手拖着两个小机器人呢、哦，算得上称可爱吧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摆饰，你把它摆在你的办公桌或者是你的书桌前面，哎，看上去还是挺可爱的。然而这可能是它唯一的卖点。首先啊、哦，跟各位提一下，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机器人小小的这个机器人部分呢，它这一块零件呢，这一块零件是拆不下来的。平常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是刚是手是握住这个地方，所以感觉好像把它拖住。它变形成机器人的时候是把它往后面推，它是可以让它站立在平整的站立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两个机器人的造型呢刻画的还算优秀，算得上是很不错了。我会觉得呢蓝色的呢造型呢会比这个黄色的呢再好看一点，配色来讲也比较成功，这个完全是个人喜好哦。然后机器人的部分呢本身也是有一个基本非常非常基本的可动性，就是手肘拳头手臂可以360度旋转，其他的头啊脚啊什么呢就通通都不能够动了哦。
那它唯一的卖点就是刚刚跟各位提过了，它是可以变成枪的。OK， 两手臂这样子，两个机器人的变法完全一样。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脱下来变成手可以握住的。那至于你是喜欢把它变成枪，还是变成小机器人拖在手上，或者是说让他们站在身边呢？这个就看各位你喜好怎么样了。然而呢，这两把枪呢是可以再组合成一把大枪的哦。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哪一把都行哦。拿其中一把呢，把它这个两手呢给它摊开，露出后面的这个洞哦，这个然后就这样子下去，这个放上去其实是非常猥琐的一个组合哦。你想想看，要你跟另外一个人合体，结果你的脸要贴在他的屁股，那是多么样的不健康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呢，在一个本体的部分呢，实在是缺乏很多亮点，应该是说连一个亮点都没有。很胶，对不对？胶感非常的重，很山寨，很比山寨还山寨哦。造型的话呢，很中规中矩吧。讲好听一点呢，就是很居一哦，很居万了、啊。因为，就是，方方正正的这种线条来讲，是挺的确是有挺古早时期的一个玩具的一个 feel 啊。但是体型上实在是缩得太小了哦。然后呢？几个外形上的一个缺点呢，基本上正面没有什么问题，虽然缺乏亮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很中规中矩。后面的话呢，是不晓得为什么呢，后面这个地方你空了哦，就是整个这个严重偷胶是空了呢。虽然说变形的时候呢是大腿要收进小腿呢，但是这样子毫不掩盖呢是太过分了。那你不掩盖呢也就算了，它却呢在正面来讲、它是很卡通很漫画的一个造型，但是呢却在这里面呢有油压管，还有各个大大小小的那个比较现实比较真实拟真化的这种刻画，就全部集中在后面，就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你这里哦，你机器人的形态下呢空成这样，那不表示你这个机器人的后面整个小腿是空的嘛？所以你这个地方刻画这个奇怪，那你变形成铲土机的时候呢，它又是收纳在重机械里头，所以这个地方的用一些力量资源在这里呢，我实在是不太清楚它的一个用意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灰色一个涂装，然后这边这个洞哦，其实呢它并不适合用来安插旁边这个武器哦，至少呢我觉得我手上这个呢，理论上它应该是要可以扣，因为变形成那个就是它其实很难扣，很紧，非常的紧，扣的不是很好，我觉得应该是不适合扣。我难道还是说我这是个案，但是总而言之我就是不会把它扣在旁边。然后呢可动性呢，头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球冠，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这边我把它翻下来给各位看，各位可以看到它后面眼部还有透光键是绿蓝色的一个透光键，然后透光键这个地方挖了一个洞，可以看到有一个开口处，这个开口处呢理论上呢它应该要让这个机械的头呢可以往后面搬，也就是说呢它的头呢应该可以往上面看，它的这个透明键呢却不知道为什么呢把这个透明键呢往，如果只做到切齐前面这个橘色这边切齐这样就 OK 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各位看到这个蓝色透明键呢，它比橘色这个零件还要往下面还要再延伸，它后面延伸的这个部位呢，你让它后面这个开口呢没有办法发挥功用，为什么？因为你往后面你想要让它头往上抬起来往上看的时候呢，它偏偏被多出来这一蓝色这个角呢硬生给卡住了，那你后面开这个孔呢，我个人觉得就没有意义可言了。其他的可动呢，肩部的话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双关节在这个地方，所以肩部呢可以抬出一些比较大的一个 pose， 然后呢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球关，二头肌呢是可以旋转，手肘一样可以动，手的话呢只能够做这个动作，没有办法旋转不行的，然后呢腰部可以旋转，这个还不错，膝盖呢这个地方可以转动，里头大透胶一样呢，这个地方只要能转就可以做出翘二郎腿的动作，这个呢不是别人说了就是我说的哦。 OK， 然后呢
膝盖处的这个双关节呢，可以协助我们呢让它做出一个跪姿哦。那至于说可以做出好的跪姿，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盘的一个设计，这个呢是肖大哥说的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评分机器人下盘设计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测量的评分的重点。不过呢，这个地方呢，双关节呢，正常来讲膝盖的关节应该是在这里，但是刚刚我呢是把它这边打直，然后从这个地方扣下来，这样呢才能够做出一个正常的一个跪姿啊。然后呢，腿部呢，脚踝这个地方呢，脚掌这个地方是翻出来的，脚掌呢可以说是整个机器人的设计里面的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哦。怎么说最失败呢？不是说造型单调，也不是说它的可动度低，并不是，而是它整个机器人的后盘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是脚掌，脚掌呢这一片哦，这边是挖空的，造成了它整个机器人的，你只要把机器人摆的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动作，它就会很容易就往后面倒，稍微让它膝盖只要稍微屈一点点，它就一定会往后倒，你可能必须把膝盖都往前面打得很直，甚至机器人呢都要有一点往前倾了，它才能够站得稳，或者是两腿你要错开一下，你让它踩一个标准的一个立正站姿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它是很容易往后面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后面重量已经比较重了，包括铁铲就不说了，后面还有两个轮子，结果它后面整个支撑力度呢是很薄弱的，因此容易跌倒呢是它另外一个很要命的一个毛病了啊。所以就整个机器人来说呢，它的一个成功的地方呢几乎是，讲没有会不会很残忍，接下来和各位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变形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两腿这个地方呢收起来，然后两腿呢做一个合并，合并之后呢，这个把这个往前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本来是这个样子，把往前面放，然后盖下来之后呢，这个成为铲车的驾驶座呢，会把头呢给盖住，盖住之前呢，把这个胸甲这边放下来。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结合啊，这个结合在哪里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胸甲放下之后，这边有个凸，两边都有凸，这个凸呢要扣在哪里呢？肩部这个地方有个凹，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你是把它整个这样转下来之后呢，利用这个黄色这一块关节呢，它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给各位看好了，它是可以往前面这样推过来的，两边都是一样，往前面把它推过来，然后呢往中间靠拢，再跟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凸要扣到这个凹里头，两边呢这样把它滑进去，这样呢是固定住一个前轮的一个位置、OK, 这个就可以再把它放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黑色这个零件呢，可以这里有个多重关节把它抬高，这样子前轮的部分呢就算大功告成了。然后后面呢手的话呢要扣进先把这一片变到后面整个抬高，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可以看到滑槽在这里，然后呢手臂呢收纳进去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凸，然后呢对应手臂内侧呢有一个凹，也就是说呢手臂的话呢它跟身体的结合处有两个，一个是这里肩部这个凹，还有这个手部这里这个凹，这样子呢整个前手臂的部分呢就算固定了，手收进去，或者是说你扣这边再扣上面，然后这个铲子呢先放下来，这个时候呢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大腿收进小腿，就是这样整个折下来而已，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双动关节哦，稍微留意一下就行了，往前面密合一扣， OK, 整个铲土机的一个变形已经完成了。其实这个难度的话大概也是就是 Legion Class 的一个难度吧，所以应该是说就是它是把 Legion 级的变形呢
差不多是一个 Legion 级的变形，但是它的一个人物的可动性来讲呢，会比 Legion 级呢，会比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Commander Class 的一个变形的难度了，但是在机器人的形态下呢，它则是比 Commander Class 来说呢，要多了一些可动性。大铁铲交通工具形态，一台铲土机。因为它的武器呢，我还是那句话哦，标准的一个配备的方法呢，理论上就是它后面有这些洞，侧面这个洞应该是要可以安插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手上这一款呢安插起来都会非常的紧。对，那如果你觉得插下去很紧呢，你应该要很高兴，因为没有被你用过，因为新的玩具当然是没有被人用过嘛，那要不然就是家伙太大，所以都怎么样你都要高兴，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感到难过。因为造型来讲太蠢了，所以就干脆先把它安插上去，然后给各位看一下，然后随时就会把它拿下来了。这个呢，你要说它是一个战斗型的一个铲土机嘛，但是这个颜色又那么样的工程使用哦，又不是那种迷彩或者是那种陆军的那种坦克车型的那种配色，所以一整个非常的奇怪。那把武器除掉之后呢，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铲土车的一个样子。如果你觉得刚才机器人呢还不够山寨呢，那这个样子呢真的就会在山寨乘二了吧，就非常的像是在大卖场里头那种真的是非常低龄化，给可能3岁以下的小朋友玩的这种铲土的一个造型吧，的一个车辆嘛。然后 OK 翻到底盘是这个样子，隐藏是还可以了，它就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论点嘛，实在是配色来讲太糟糕了，而且呢就是没有在一些涂装的一个点缀吧。涂装来讲只能说驾驶盖这一块呢，它是有涂装的啊，它是在一个透明件上，就是各位可以看，从这地方给各位看，它里面这个是蓝色的一个透明件，外面再涂上一层这个橙色的这种漆吧，就很奇怪了。我只能说，就是配色太像给小朋友洗澡那种大脸盆了，实在是让人家看不太下去啊。基本的造型还 OK， 说实在话其实是还是很像铲土机，我只能说做的做工很好。那我尺寸的话呢其实是有很严重的一个缩水，因为呢基本上长度来讲呢是几乎是一样，可是呢人家的这个玩具是整个是很扎实的，但是它中间是有很多的空洞的，所以只能说变形来说是普通，然后载具形态呢也普通，但是就是可能卖点就是说它的这种变形成铲土机的变形金刚的人物可能不多了，所以多少是有一个卖点嘛。那这个重点是这个地方呢还不能够完全卡紧了，它就是只是放上去哦，变成说它唯一可动就唯一能玩的地方就这里，但是你在把握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他这个头就跑出来见人了，就见人就这样子吧。我只能说在目前这个 IDW 的这个 Deluxe 目前一个大缺货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买到这个大铁铲的话呢，而你又不是非得要收到全制霸的话，这个你实在是可以先把它跳过了，它不会是你应该要第一时间纳入收藏的，可能以后如果有大跳楼的话呢，你可能再收也不迟了。目前的价格虽然已经是打折了495块钱啊，人民币就99块钱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它不是那么样必须要去拥有的一款变形金刚的一个商品哦。OK， 那今天呢就和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